土匪，居然有土匪！有土匪的，哪里呀？原来有土匪，我就是连续2次被土匪宰了。然后你不知道他在哪里？哇塞，躲起来了哦！土匪什么？居然是土匪！什么结构啊？土匪哦，所以是被偷打的吗？不然刚刚是被秒杀呢？太神奇了！在发呆。好了，那我附近搜刮一下，希望不要再死了。虽然这个死亡次数有点不太吉利，莫名其妙。说起来，到处搜刮的人也像土匪一样，不是吗？所以说不定是其他玩家，没有啊，乱讲的。花朵。一朵花，好暗，这边看不到东西呀、应该不会爬上来吧？不要猎弓啊！真是的，我爆！原来这也是谷仓啊！我还以为是什么有趣的地方，就是谷仓。这个藏在这里。哎呦，帽子，不错的帽帽，耶，军帽。哎呀！想到前面之前就是戴这顶帽子啊，但是，哎呀，难受啊！怎么会沦落至此呢？又顶帽子，汤米杠是什么状态？SMG，汤米杠。长得好有趣哦！嗯，他们刚去避难所筹措物资再出门呢。他们刚。他应该不是土匪，我还以为是土匪。想说这游戏土匪怎么会这么欢乐的冲过来？嗯，是 Enter。好的，又到了，嗯。等一下，这跟我之前来的不一样啊，这个地方。所以其实这是别的避难所吗？我没有记名字啊。
我记得是第二个，哎，第三个避难所了。哦，果然要到个新的避难所了。真是的，莫名其妙又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了。这什么花呀？好吧，那么你们好，我看一下我仓库在哪里。仓库嘞，仓库嘞，仓库都收去哪里了呢？那是烟吗？仓库不会在后面吧？所以我说那个仓库呢？啊呜！我不会痛，在后面，过分啊！躺在这边，好，打开仓库，然后拿起手电筒，倒是真的，没有什么特别想拿的。但没想到居然小心土匪，还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啊！居然有土匪。不过现在这个光影包可以用夜视代表的，手电筒终于又有用了，呵呵，不然之前手电筒几乎没有用，实在太尴尬了。我这边又看到一个仓库，这里是，这手电筒真是有够逆天的。可是你不这样很难活下去啊！那个那么暗，就那土匪他哪来的啊？莫名其妙就被打死了。土匪是不是应该是用枪哦？我觉得应该是用枪，所以才会那么快被秒杀吧。不然僵尸的话，这样摸啊摸的又没摸几下，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挂掉了？真是的。好，没有地方了，就这样子而已。那就出门喽。出门呗，那么久，怎么会摆很久？卖掉。哦，我是卖不掉的枪。那等下出去打一打就把它扔了吧。我出来了，那么往哪里走呢？那我就漫无目的的在这条马路上走吧。先把这枪子弹打完，打完之后扔在地上，嘿嘿。这样比较气愤，对不对？我就这样子走。嗯，可是我被遇到那个啊，土匪，是吧？那应该是被土匪打死的吧？真是奇怪。我以为敌人只有僵尸而已，原来还有土匪。有学校？不要看到什么建筑都说学校，那是什么地方啊？看看吧，
牛血，牛血是什么地方？有人。应该是玩家。有玩家跑进去了。刚刚是看到他从这边进去的呀。发生什么事？好黑。哎，我又拿到这个了。哎，万用的小斧斧又拿回来了。散弹枪、弹药。指南针变得可有可无，只要复活就一定拿得到。一个很玄的东西。门没开呀、啊，门没关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没了呀。现在在 G6 在这里，空地，在这里吧，这附近，原来如此，虽然不太懂。这里感觉不会有什么好东西的样子，这加油站吗？开个灯。话说超安静的这里，怎么连个僵尸的声音都没有？把门关好，不要让僵尸进来。门呢？门呢？没有门。修车厂，这边是修车厂，然后这边啊，天亮了，生产关掉。啊，感觉好贫瘠啊，没什么东西。哇，好刺眼！哎呦，僵尸出现了。也超多的，等一下，哎，我天，这是搞笑吧？刚刚是怎样？走后门，关个门，开个灯。这在桌子上，扣子 ，mini 十四，真是可爱的名字。有军裤，快穿好整套了。Police， 哦，狙击枪 3SSG， 不错哎，丢掉它。
反正打不能卖。随便捅，放随便捅进去。好，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，东西太多了，要整理一下。随便捅，哦，太暗。TNT。哦，从侧边拿，侧边，从侧边拿，拿不到，拿到了，哦，G3C G36C 这什么东西啊？G36C 比 Mini 十四还高级的，啊不对，还低级一点。好亮哦，刺眼，能关掉。砖头，我现在回去第二个，就是那边被土匪，真的要回去吗？有土匪那边吧，就第二个，这里第二个。安全区有点远，好几千格外，回得去吗？那边物资很多，太阳太刺眼，头低一下。我看到一栋建筑，可是东西太多了，我觉得应该回去放下了，去安全区放一下东西了。会路过这个哎、欸，那先去那边好了，现在回去那边，就是第三个安全区。到了，有，怎么会躲？倒是没有看到什么土匪啊，这样出去的，真的吗？先开个手电筒，夜视镜，其实应该叫夜视镜才对，那是夜视镜，然后开个狙击枪，我们看一下，吼吼吼，他有850的哦。在聊天呢、啊，关掉夜视镜，那我也跳下去。哎呦，那前往这个地点呗。
会不会半路又遇到土匪啊？土匪的话，他要怎么打？那是，我好茫然。土匪要怎么打？哦，天桥，一个大桥哎，好漂亮啊！不过想在这边再多绕一下，这里感觉物资超丰富的哎。这是一个营区吗？看起来像个军营。对，看起来很像军营啊。这是体育馆吗？好漂亮啊！加油站，按一下呀！信号枪我拿了好几把，又是猎弓，烦不烦啊？猎弓怎么这么多猎弓？M16A1，哦，上面架子，上面架什么东西？货车，货车上有东西吗？货车上得去吗？有人跑过去了。好了，大概就这样子嘛。大概哦，风好大哦！这个一个包，这放那么高，子弹呢、啊？哎呀，军用上衣，有了我穿的，我缺鞋子，我缺军靴。其实最简单的玩法就是，你就一直蹲在这点，然后等东西刷出来的时候马上拿，这样就可以一直刷物资了。哇，铁丝网。RPG，我拿到 RPG 了，这次发射会把自己给炸死啊！我有点担心呢、欸。我拿到 RPG 了。就这样拿到 RPG 了。哇哦！可是只有一发弹药，虽然家里还放很多弹药就是了。RPG 你要打什么啊？打僵尸用 RPG？至少来个100只再这样做吧。不然就先射一发看看呗，不要。你看死了，不小心挂掉了，结果都没用到，不是很可惜吗？对不对？RPG，看到吗？这是 RPG，RPG，这方块好漂亮啊，好高哦，继续进。不知道谁家的车停这么高。哎，我走错路了啊，应该是往这边走。算了，等一下下去。RPG 耶，我去拿 RPG 了，我的天啊！也就是说，其实你不见得要去给他买枪，运气好你也可以捡到 RPG，就是你了。为什么感觉有点虚？理所当然秒杀，伤害不明。这样等下走过去就比较不会遇到僵尸。好，收起来。
把皮具收起来。哦，阳光好刺眼，低个头。哦，那就回去呗，把 RPG 放仓库。那我现在离目标还有多远啊？2000多格哦，还真蛮远的诶。我的天啊！哦，寒风吹来。我要回去第二个安全区啊，为什么要回去呢？就是感觉应该回去一趟，这样才可以重新开始吗？会不会得去，还是个问题啊。有空洞的声音。哎 到了安全区，是吗？不是的，They are scaring with the wrong people。他们害怕错误的人。我不知道，原来还是有点剧情的，只是看不太懂而已。看到僵尸，看到僵尸，这边吗？这边吗？这好高，这什么东西挡住了，过不去。现在是几乎是无敌状态了呗，不过还是真的就是那句话啦，城镇很危险，在外面就是安全，因为一大片空地，敌人哪里来你都看得到。哇，这货车，这个火车又停在上面啊，货柜的，好大台哦。不知道能不能进去里面。漂亮啊！好高啊，好大啊！看起来都是锁紧紧的，应该进不去吧？天又亮了，但是还是没有赶到第二个安全区，到底有多远？看起来应该快到了，到，这样讲就到了。哎，天亮的时候抵达。好的，我们在天亮的时候抵达的，天亮的时候回到了第二个安全区。耶、yeah！